Thank you.
周末嘛，今天是我们第王文的第八张唱片《八匹马》的发行的第一轮的巡演的最后一场，今天正好是第八场，六月份的第八场，今天还是28号，完了全站点八，非常感谢大家，从我们第一次来上海是06年吧，06年第一个最早那次在哈雷，然后就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，然后以后我们几乎每出唱片都会来上海演出，这次也不例外，然后谢谢这么多年上海的朋友或者是在上海工作学习的朋友们，然后对网文的支持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